大家好呀，我是糯米兹。之前我不是做了一期谁才是恐怖躲猫猫里最强的躲藏者吗？对呀，你之前说是小红帽整你，说他个子矮抓不着打不到他。我说的没错啊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但你为啥今天选择玩凡妮莎呢？冲啊姐妹们。好家伙，你这几个姐妹都一脸凶样，你们这是要去找宝石吗？你们这是要去殴打抓捕者吧？哈，没那么夸张了，只不过是一口气匹配到了三个妹子而已。你的运气还真好呢。听我的小粉丝们说，他们觉得恐怖躲猫猫二里最强的躲藏者是范妮莎。为什么呀？怎么就没有人觉得我家莉莉安强呢？因为啊，她逃跑的速度非常快。我们来做个测试吧，点亮麦克风，然后一路向前狂奔，目的地当然是咱们面前的这个垃圾桶了。你好像怼墙了呢，糯米糍。那不是怼墙，那是怼桶。哎呀，看来那个垃圾箱进不去了。你这下被混合双打了，让你皮让你皮。再次用一步歌声加速，趁着我和抓捕者的距离拉开，赶快奔向下一个垃圾桶。那有什么用？不还是没有躲进去吗？哎呀，就算没有躲进去，但我这浪费的不也是抓捕者的时间吗？你看看，我剩下的三名姐妹军团都十分给力的在找宝石呢。这两个抓捕者都盯上你了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再撑十秒。小伙伴们快给我计时，区区十秒，我糯米丝还撑不过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你这也太耍赖皮了吧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？我耍赖皮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为什么你能说出如此厚颜无耻的话啊？这还不是被你给逼的？你那乌鸦嘴要是能少说两句话，我也不至于那么多次都被抓捕者给打死了。天哪，又出现了！糯米丝大菜鸟下饭了，甩锅给队友。我怎么倒了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旁边还有个小笨熊在守着你呢，你逃不掉的糯米糍。小笨熊，你快上来，快点打死糯米糍替我报仇呀！你快上啊，快上啊，小笨熊，大门都快开了，你怎么还没打倒糯米糍？你都叫他小笨熊了，还指望他能打倒我呀？赶快加个速，然后冲向面前的垃圾桶。但感觉好像来不及啊，可能还没有翻进去就会被打出来吧。呀，你这家伙嘴也太灵验了吧！没办法了，我只能先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先变身成这个娃娃吧。赶快再喝瓶治疗药水回个血。这个药水的味道怎么跟可乐这么像？就差最后一颗宝石了，正好我买了一个放大镜，那么就由我范妮莎来夺得最后一颗宝石吧。达维亚，最后一个宝石都被你们找到了，那我这局起到什么作用了？光改的作用。不是说最强躲藏者范妮莎的吗？怎么一颗宝石我都没有找到就结束游戏了？都是你太菜了，明明是范妮莎菜好吧？最强躲藏者还是我家珍妮。